各位神父、修女、修士，还有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午安。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就是莅临参与这一个耕耘上主心田的何为贵神父的口述历史发表会。那今年三月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大家没有办法一起很热诚的一起来参与哦。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本新书发表会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追念何为贵神父，那同时我们也一起为他祈祷。那么我们就一起先做我们今天这个发表会会前的祈祷好吗？好，我们一起画十字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爱的天主，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感谢你多年前派遣何为贵神父来到台湾，为台湾的教会以及众多弟兄姐妹们贡献了他的专长、他的生命。我们一起祈求仁慈的天主接受何神父的灵魂，让他在天国与你共享永福的生命。我们一起以《渔人的渔夫》这首圣歌奉献给天主，也献给何神父。圣神之名，阿们。好，各位神父、修女，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我是林守梅哦，我是陈方中。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呢，其实最主要是我们是何为贵神父，他这个最后的20年的这个历程，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是他最后陪伴的基督生活团的团员。好。所以今天我们也就代表我们的团体在这里，就是介绍这一本新书。那这一本耕耘上主心田的何为贵神父的这本新书呢，这个是更新文教院他们所出版的一系列的丛书，就是您所不知道的修道人耶稣会士在台湾这个系列丛书的第11本书。那他刚抢了我的词啊，真的啊。对，我们这本书是得到了更新文教基金会的支持。那从去年的8月开始访谈何为贵神父，每个月进行1到2次的访问，一直到12月底何神父住院的时候为止。那么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很纳闷哈，真的是我错了，一定要认错。那个大家一定会很纳闷，就是为什么我们到那么晚，到去年的暑假才开始
访谈和神父，因为那个时候神父他生病，就是罹患胆管癌，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也经过了化疗哦。那我们的团体也是觉得有一点后悔，但是我们就是回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晚才开始访谈和神父？那我们就想起最开始的时候，当这一系列的丛书，就是我们知道刚开始编跟新闻教育基金会开始编这些书的时候，我们也问了何神父说：“神父，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开始帮你出这本书？”那我就记得何神父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他的表情哈，他就是慢慢的摇摇头、皱皱眉头、耸耸肩哈，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有一点抗拒哈。”那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仔细的问，那时光就这样匆匆的流逝了哈。一直到去年暑假，我们就开始感觉到何神父他的体力日益的衰弱了哈，所以呢，我们才惊觉说，我们一定要赶快开始就是进行访谈的这件事情。那当我们再次询问何神父，我们知道，神父的抗拒是经过分辨的，因为他每天都在分辨嘛。但是呢，他的分辨，耶稣会士的分辨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他认为自己不是很多人认识的神父，这他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嘛。譬如说，等一下要分享的三德龙神父，大家都认识他嘛，然后莫宏之神父也教书出书，然后担任基督生活团的这种辅导，那认识他的人也很多哈。那在书里面我们访谈的王敏君神父一样，都是很多人认识的神父。还有坐在现场的赖甘霖神父就更不用说了哈，他本人就是一个奇迹了哈。所以像这样的神父出书才会有人看，他出的书不会有人看。对，所以何神父他就是觉得如果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出了一本书，可是却没有读者的话，他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划不来的一件事情，太不值得了哦。那但是后来我们就是跟神父就是跟神父分享，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还是能够替他出书哈。那我就记得这是在何神父过世的前几个礼拜，就是我们先把书的封面设计好，先让神父看过了哈。那神父就点点头的说谢谢，但是他就补上了一句哈，他说：“可是我想到有好多树要变成我的书，我就觉得这些树好可怜哦。”所以要请各位多多推广哈，不要让这些树太可怜了哈。那去年因为我们的几个团员，伊纳杰基督的团员刚刚退休或者半退休哈，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就在这段时间，以这个作为我们共同的使命啊，希望这个过程也可以帮助我们凝聚我们的力量啊。那我想神父最后会答应的一部分是为了我们的团体。那这本书的书名，其实我们也是让神父就是自己亲自挑过的哈。那在我们要设计封面之前，我们的团体哈就一起来想，就是那么我们就脑力激荡一下，到底这本书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书名最贴切？好，我们就想了，当时想了蛮多的。那我就记得其中有一个书名哈，那个反正就让神父挑嘛哈。那其中有一个书名，因为我们的团员就说神父他的这个心理学他都一直是在鼓励我们整合哈，然后他的心理学也是把心理学跟灵修整合在一起，所以呢那本书名呢我们就有一个团员就想到就是整合为贵哈。那后来我就去把一个一个书名让神父挑嘛哈，结果呢神父听到这个书名以后呢，他就摇摇头的否决了哈。那后来我就跟我们的团员报告哈，说神父否决了这个书名，我们的团员就说：“守梅，你一定是断句断错了哈，你一定是说整合为贵了。”神父觉得太恐怖了哈，所以绝对不能选这个书名。好，这本书我们伊纳局的团员就发挥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哈，那有人负责访问录音，有人把录音写成逐字稿。有人再把逐字稿改成通顺的文章，
那有人负责弟兄姐妹们的投稿等等啊。那这个过程里面要特别感谢南部的时代基督生活团协助去访谈这些早期跟神父有一些相似的兄姐们啊，还有厄玛努尔的基督生活团员协助教导的工作。那最重要的是在最后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星火文化的团员徐仲秋和他的美编啊，你看这本书真的很漂亮啊，带给我们编辑上众多专业的这个设计还有建议。那在经费上面，除了更新文教基金会的支持以外，也得到了百达我为人人协会、神修小会高雄分会以及何为贵神父陪伴过的几个基督生活团的赞助，我们都在此不一一致谢了哈，在此致谢。那由于我们的访问是从神父出生一直到他到高雄服务的时期就停止了哈，那在此我们感谢天主。可以说神父自己口述的部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不认识他的阶段。那何神父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他的口述当中有很多生命当中的小故事串起了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那刚好在高雄的以后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我们的教友啊、团员啊、神学院的学生等等，好，都就是可以用他们的投稿来补足这些面向，那会后大家就可以慢慢的来阅读这一本书，让文字让何神父跟各位讲他的故事。那谢谢各位今天来，我们今天的办法，今天的新书发表没有办法签书，所以我们用一个分享会的形式，那我们邀请四位来宾来分享他们对于这本书或者他们跟何神父交往的经验。好，那我现在就邀请这四位贵宾哈，可以上台来。首先第一位是神学院辅仁圣伯米神学院的院长和詹德龙神父。第二位是辅仁圣伯米神学院的教授穆宏志神父。然后第三位是耶稣少女会的胡淑琴修女，第四位是仁慈圣母会的就是尹美琴修女。好，那我想我们在台上的贵宾就我们可以看看，如果可以不用戴口罩的话也可以不戴口罩，好，让大家可以这个看到大家的面容。那我想第一位呢，我们就要请这个神学院的院长詹德龙神父来分享哈。那詹德龙神父呢，他不只是何为贵神父的弟兄哈，他们也是一个那个在罗马他们一起念硕士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期的同学，他们大概就是台湾第一批就是出去念心理学跟灵修整合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他们的是同学哈。所以首先我们就欢迎詹德龙神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两位去罗马念书以前，是一次认识的。不过到了那个心理学的研究所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很小班，大概十个人，不记得十一或者十二个人哦。那我们非常辛苦的三年哦，我们两个人呢、都要接受心理辅导，想不到啊，这个何为贵是那么平衡的一个人哦。那么他要接受一整年的心理辅导，一个礼拜两次啊、所以一整年呢、好辛苦。而且那个辅导老师是我们的创办的系主任啊、很恐怖啊、可是这个系那个何神父的由西班牙文接受辅导，那个用自己的语言，我是用法文的啊，同一个辅导啊，不同的语言啊。那位神父是意大利人，所以我们这样过了一年之后呢，后来到了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有辅导四个人，每一个礼拜也是，所以加起来八个小时啊，我们要录音啊，回家呢全部听写。然后礼拜天呢，再找我们原来的这个辅导给大家听这些。哦，你为什么这样说了？哦，这是督导，
效果也不错，所以这个是我开始的时候跟何文贵神父人密切合作，我们非常的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那个主任说他也是神父他说我很忙了，有时候来不及看日课念日课我们两个人说我们早就没时间看了这个不好意思那后来呢，当然我他先毕业了，因为后来我留在那边在读伦理神学了。后来我们在神学院也办过一个暑期的，有点类似我们在罗马上的课，大概办了5届那我们这些同学的这个本地的有的是修女，有的是修士包括现在的李克勉主教了那么他们同样的每个礼拜呢要来2次接受这个心理辅导那些人后来我看一个一个的不是当省会长的就是当注册导师所以还算得蛮有结果的高神父因为我就10分钟了所以我就跳了当然在医护院呢最后大概1-2个月的在医护院所以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说他说我昨天有做一个梦我在天堂多好后来醒过来他说天主要我再继续辛苦一阵子不过你可以看出来他的信仰在那边支持他的那个生命后来他走了以后呢大概5-6月的时候呢是轮到我要整理他的办公室跟他的房间我有一些发现呢就是他非常非常有组织的而且不管做什么他都有很好的准备所以我看他的一些比方这是个八天地经今年的那过2年以后呢又有一套一个八天地经还有一个周末营什么非常多的还有课程的资料的非常有组织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寂寞当中自己的房间里面准备这些后来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演讲的地经所以我就很佩服他的这个组织的能力。另外一个我们团体每个礼拜有一个团体弥撒那我们会轮流主祭嘛那么我非常喜欢他讲道理要给我们自己的人讲道理每一位神父觉得很难他们应该都知道这是有不太舒服可是每一次我非常欣赏他的道理他讲的跟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好像用的这个什么神学的词汇用的也不多可他把那个信仰的精神跟人的生活的细腻的真的是整合的很好所以听起来很舒服又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是何神父那我有一点对他对不起的地方刚才守妹说何神父自己认为很少人认识到在我们修会也有一个也有一点这个样子所以呢多年前我们我在会长的那个代理自议会那么当时呢我们台湾有个区会长就是负责耶稣会在台湾那个区会长后来呢那个这一会在想那个下一个区会长是谁他提了这个名字了那个名字了都没有人提何文贵后来我提了我解释一下他们说对就是他就是他对所以就都通过了所以我害了他了因为他不喜欢开会这行政的东西他不喜欢这些当然他也该做也会做的所以有一点 对不起他可是是给我们学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幸福因为我们会长是要个别听每一个会是每一年那个书信这个因为刚刚带的背景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是我先分享这些吧，好了 ，OK。谢谢詹神父，詹神父也在我们这个出书的过程当中哈，帮助我们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比如说何神父留给我们一些照片，上面就有一些他们年轻的神父，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的几位神父的一起合影哈。但是有好多我们就不认识，然后我就会写 email 去问詹神父，詹神父都会非常非常快的告诉我谁是谁啊，什么什么等等。到最后我们的书已经出来，就是差不多要出书了，他说你要不要我帮你校稿，就是校那个外文的部分，他说外文可能对你们不容易发现那个错哦，他说你要不要我帮你校外文哦，我想神父这样就太好了哦，所以和这个詹神父他就又帮我们就是把整本书的外文再校对一次哦，然后就找出了一些错误，让这本书能够更完整的能够出版。好，谢谢神父。有一个错字，居然是他的名字 General， 还好叫出来了。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位分享者吴淑琴修女，她不但是何神父的同事，也跟神父一起合编过《培育的艺术》，跟何神父有非常深厚的关系。那我想今天吴修女是要分享几个跟神父相处的小故事啊。可以看出何神父是一位非常一致而且面对生命现实的一个典范，我们邀请吴修女。修女可以坐着，可以坐着分享就好。大家好，我有时候觉得感谢这个应纳学基督生活团，就是邀请我，我就想说我们现在是在这边一起讲故事，讲一个我们所爱的一个人的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深深的爱过，所以我虽然我有点紧张，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场合。我就补充一点点啊，刚刚詹德龙神父提到说何神父是一个很有组织的一个人，因为我看过他的资料。我记得我在编写翻译编写他的资料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张里面可能有好几个节，那每一节里面有好几个主题，那何神父他都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来处理。虽然我们从西班牙文从外文或从中文，我们不太容易看得到他后面的那一些资料的来源，但是其实他的原稿里面都可以看到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些资料的。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学者，只是他没有往这个部分在学术上去很努力的去发挥，可是他所有的资料几乎都有出处的，所以这个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只是因为他那个资料太多，所以有时候几十页我可能要把它整理出几页的中文，所以就没有办法把那些资料的出处全部都好好的处理这样子。那跟何神父的来往，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就是用他的生命来陪伴你，然后他会讲一些故事哈。我就想跟，因为这本书里面已经有很多人谈他的故事哈，那我就讲几个我当时没有讲的小故事哈。我通常都是带着我的小问题去见他嘛哈，比如说我跟我的长相有一点困难，然后我就去跟他这个倾诉这样子哈，对，他就开始讲故事了。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的故事，非常的帮助我。他说你知道我们在西班牙有好几个耶稣会的会省啊，我们呢有两个会省打算合并成一个省啊，然后我开始问他，我说你那个会省多大？他说一个会省差不多400个耶稣会士。你想想看，就要把它合并成一个会省是差不多800
的耶稣会士啊。那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合并呢？他说因为我们不容易找到好的领导人。这个时候他开始问我，请问你的修会在台湾有多少姐妹？我说大概30多一点。他说那你会期望有怎么样好的长相吗？这虽然是一个幽默，但是的确非常的帮助我，就是说在这么少的人里面还要找到人出来服务，你感谢都来不及了，你还要抱怨的，就是没有必要抱怨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他又讲，他说你知道吗，每个人哦都有他的样子，苹果树是结不出凤梨的，凤梨也是结不出葡萄的，所以你要想想看你对你的长相有什么期待。所以我发现到我所有的问题皮肤都没了。这个是为我觉得非常受用的一个地方。那当然了，我们修女们我们当然也有一个生活，就是跟贫穷有关，跟钱有关，对不对？有一次我又去找他抱怨，就是为了小钱的事情，就觉得身体都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和尚不开始讲故事了，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当修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身上是没有钱的，那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呢，我们要去找李家拿车费。那有的李家呢他就算好了，你从新竹到台北你需要5块钱的车费，从新竹去什么地方你需要2块半，回来你需要，好，我就总共给你15块钱，就不给他了。所以他说啊，但是有的李家呢他就会很大方的一次给你30块啊，你剩下来的再还给他啊。然后他就讲，他说每个人不一样，他这样子讲的故事我也就理解了。对，就是每个人在做他的服务的时候他的方式是不同的啊，他不是针对你，那是他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还有我们修会生活里面也有一些规矩嘛，有一些小规矩嘛，那有一些规矩也让我不太舒服。那有一次我就跟他抱怨，然后他就提到了，他说他自己发出院的时候，他说他那一天从早忙到晚啊，招呼家人啊，招呼很多的人，还有礼仪啊等等的样子，所以他整天弄完了之后呢，他发现了他那一天没有念他该念的日课，没有念玫瑰经，没有好好的祈祷，所以等到大家都回去了之后，他就一个人跑到圣堂去在那边做他该做的事，就是念经啊祈祷啊。然后他的初学导师就去到圣堂看到他在那里，他就说你怎么在这边还没去睡觉？他就说我该念的那个经还没有念完，该做的祈祷还没祈祷这样子。然后他的早上就告诉他说你今天一整天已经忙了这么多了，难道这些都不算吗？都不算祈祷吗？你现在赶快和我回到床上去睡觉。所以这一些经验都帮助他怎么去面对一些，不是说规矩不好，但是在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回应。那我有时候觉得 我跟他相处的经验就是常常我带着我的小问题去，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然后在这些故事里面就让我会豁然开朗。然后他不是给我一些教训或者是由上而下的教导等等，他就是分享。所以这样子分享其实给我带来很大的温暖。而且呢常常有的时候你当时好像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你事后就会一直回味，而且我发现到我都记得的是记得他的故事，他真的跟我说的很多正经的话其实已经忘记了。然后我也很感谢他的是我跟他的一些小小的合作，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在陪伴别人，
那陪伴别人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不晓得这样子做是对还是不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疑惑。那我跟他，我就会很坦然，很真实的跟他讲，我这个不是个案吧，就是我陪伴了这个人，他是什么状况，我这样子做好不好等等，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些回应，那会让我帮助我做一些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在陪伴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需要领受一些圣事，比如说和好圣事啊，或者是一些弥撒，就是说别人有需要献弥撒等等，那我就会跟他安排，就是一些蛮 personal 的，比较个人的和好圣事，和好圣事完了以后，就是准备一个弥撒这样子。那就是有好几次这种经验，就是别的人会觉得被他很深的感动，因为他会很深的聆听，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个别的陪伴，加上一个圣事的一个帮助，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受用这样子，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也代替我那些被我陪伴的人，也谢谢和神父，谢谢，非常谢谢和神父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请穆宏志神父来介绍他认识的和神父，他是和神父的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他们都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意见常常不一致，不过呢，他们两个人意见好像没有不一致到，然后呢，他们长时间都在神学院，然后有的时候我在晚上6:307点我骑摩托车要回家的时候，我会在校园里面碰到正在散步的他们啊，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穆神父。大家，多久了？我爸好像没有很多说了，有没有讲的了？有没有文的，没有写的就不多。不过，我们从开始再说，认识很少好事。我认识是在台湾，已经没有认识了。我入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差了，够长的时候会碰到了。我记得刚刚来就带我到神学院，所以我认识了也和修士啊很好。然后我记得一件事情，我在念中文在华语学院，有一年好像是复活节，神学院的修士们就来了，到新竹，我们大概2-3天在一起，复活节还有今后2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假，反正我们就有一点点孤独了。这些孤独当中，有一次我们去地书酒啊，在我们新竹的学校的附近有新竹省中，那个他们有一个足球场，所以我去打。具体的，我一辈子踢得很不好了，很不好，不是普通不好。有一个小小的时候在学院的小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有那么多的兴趣。做得那么不好了。好，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那一次我们也，新竹的修士们读中文的呢，跟神学院的修士比赛。那些比赛我也提了，因为反正这边没有很多修士了。可是有一次呢，我不是因为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稍微灵一点的。我跟他，我们做一个蹲一个球，我成功了，总大拿出去了，我寄给我们的队。我这个是50年以前我还记得了，因为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好吧，以后他回去神学院继续读书，下一次认识就是神神父了。我记得我们有那时候在华语学院
有三个有这个西班牙的修士，我们那时候黑人黑手这样的东西来坐计程车从新竹来到圣家堂三家。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好好的用新的称呼了。所以我们这个人请他当我们的暑假的神父了，帮我们说弥撒。所以我们五个人去日月潭，没想到他就过了四五天就病了，就有一个发高烧了，很热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还好修士们就是终身修士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来了，那有一个是有一点点的故事，所以给大家要就好一点了。我听说回到平地的又这样的了。好，那一年我搬到辅大的另外一个断点，那时候我们有两个断点，神学院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在大学里面。那年我在那边有20个人在那个断点，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断点。不过我常常去到找何神父了。白天你们没想到他不是我帮他算账，因为他是你家神父了。那有一个奇迹，有一个奇迹，为了算的，就是人家要啥就是注入这些号码，然后要看你要钱要租要钱要按一个灯，然后然后这个东西就会给我给你拎包就有了。所以我蛮会用那个东西来，我常常去帮忙他了。白天晚上我们去到大白了，也是在那边另外一个房间，所以很好了。他那时候也开始玩提醒我要比较安静的，不要反应太强烈了，对不对？所以虽然他还没有开始念那个什么心理学，不过那样的一个操教已经有了，已经开始发挥了。以后看到他比较多就是在罗马，我们也继续打牌，我们两个人在他的房间，因为我没有那个，所以我应该去到他的房间，我们住在不一样的家，不一样的段里了。那时候也是一样的，继续不断的提醒我，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是我输了，那个是我不觉得我应该打得比他坏了，所以应该说这个应该是因为运气不好了，所以我很生气。那很生气，但就马上开始做。假如你不高兴的了，你先安静一下，然后说为什么不高兴。Speak out, don't act out. 好好好，慢慢的学过这个。以后回来一段时间跟他在一起在神学院，因为他办的神学院到高雄，又回到神学院，又到台北，省会长的地方，又回到神学院。我没有，我就是在东院的房间，本来是大隔壁人的房间，一直到现在。好，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谈的很多。那他继续不断的，已经不是因为打牌了。不过我跟他讲一些事情，或者发生事情，或是跟别人有冲突了，或是意见不一样的，或是这个那个，他给我很多很好的祝福的，也帮助我安静下来。所以我有一点感觉跟他是有朋友的关系，不过也是有一点点。我就是 ongoing formation， 继续不断的了，他继续不断的帮助我等等的。好，
没有关系，现在他已经走了，不过没有关系，还有人才有断臂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帮我们。所以帮我很多很多很多，在就是在慢慢的就长大了。不要有那样快的反应的，要多想多接受，因为事实上他对了，就大部分的时候或者一个反应是没什么帮助的，就是苦，就是因为就是好像那什么积水出来了，很大的，就是气而已。所以在这方面一直到最后了，一直到快要病的时候了，都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服务，为整个的教会，接着我为整个的教会的，所以这个是真的，我也应该不只是高兴的，也是感谢他，因为这个缘故了。就其他人不晓得在讲什么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很具体的说一起做的一个工作了。但我们两个都在基督生活团，对，我们有时候谈话的一些事情呢，我们的团体的过程，或是有一些或一些之前或是从大团体从罗马来的一些文件，我大概意思是什么，我们怎么会做呢，怎么会用在我们的地方等等的，所以有一些比较深的谈话，所以他不是在培养我的时候了，那就是我们上好像是讲习会的，那就有研究研究东西了，想一想讨论的讲好吧。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呢，是我今天有一位神父也是在台北工作了，他走了以后不久以后出来一本书，然后有一位教友跟我说一句话，说又有一个朋友变成书。所以我只能现在这个时候了，就体验到这个又有一个朋友变成书，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我不急开始讲故事。因为我知道 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书，因为至少我不急。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别的办法纪念他，没有别的办法体验到他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鼓励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关于天主的帮助大家。不过也许接着看书，我们会想起来的，他在我们当初所说的所做的，也得到一点鼓励，得到一点帮忙，未来继续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好吧。所以有大概该说的就说了，我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穆神父哦。穆神父他在我们这个编书的过程当中哈，那个他刚刚讲的有一两个小故事，何神父也在书中有叙述，但是这中间有一点点出入。但我比较相信穆神父说的是比较确实的，因为他的记性实在太好了哦。那其实穆神父就是不要觉得这个书不急哈，因为其实在座好几位神父的书都已经出了，而且他们是可以办签书会的哈。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办签书会，所以还是可以赶快出这本书，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办签书会。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访问穆神父的时候，就是把他的那个口述，就是他的访问，然后写成文章嘛哈。他就跟我，他访问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你现在就去问何神父，他对我有什么看法？”哈、哦，他说：“因为呢，等到要轮到我出书的时候，你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访问他，所以你要现在赶快先去访问他。”但是我没有办法逼何神父，因为何神父就
微笑点点头，不说话，所以我们又完成这个任务。好，那么我们第四位啊，这个我们就要请这个尹美琪修女哈。那尹美琪修女呢，是在何为贵神父，就是从罗马回来以后，很初期开始服务的时候就认识了何神父哈，所以我们就欢迎尹美琪修女。守门方中，台上台下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今天站在这里哦，就是完成那个守门的邀请哦。那我也的确是很想感谢何神父。那在守门邀稿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就是写些什么。那他给我的任务就是讲几个自己的小故事哦。跟神父的交往，那另外呢，要想办法鼓励大家多看那本书。所以他先让我看了，可是规定我不可以讲书里的故事啊。我听到何为贵神父，或是那个时候是何为贵修士，听到啊，那个是从王炳钧神父。因为王神父从修士的时候。就常到湖口，我是湖口本堂的，他后来做了王神父，做了我们的本堂神父。那我知道就是王炳钧神父有一个同伴叫何为贵，仅止于此。那这位何为贵神父后来在升神父以后去罗马念书，那王神父呢继续堂区牧灵了。我那个时候印象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第一次见何神父，差不多是1980年左右啊，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我那个时候刚发完书院不久，那我负责的使徒工作是带基督生活团，还有管理我们修会的宿舍。常常就是面对团员也好，或是面对学生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学生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哦，那好像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解决我这些问题，我只能够帮助他们哦。可是在那个学生或是在团员的面前啊，好像就是必须要，就是他们有期待，我自己对自己也有一些期待，可是心里面就是蛮多困扰的啊。那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岳伟弟修女哦，我刚刚问过他，他说可以讲他的名字哦。他那个时候在菲律宾，他就接触到了心理灵修整合的这样子的，就是机会哦。然后他告诉我，你现在如果在台湾哦，你有需要，你去找何为贵神父。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自己的一些困扰中哦。可是呢，那个40年前对心理学没有这么开放，也没有这么样的，好像就是大家很认可。你有一个心理问题哦，好像会被认为就贴上标签或什么的。那我去找何神父啊，我还包装了一下。我第一句跟神父说的话就是：神父，我觉得我的祈祷不好，所以我的生活里面感觉到一些困难。神父，你能不能教我怎么祈祷？那神父回答我的，神父回答说：“我不会教你祈祷，可是我可以帮助你认识你自己。你认识你自己以后，你的祈祷会改变，你跟天主的关系会改变。”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跟神父约好了，每周一次去见面。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其他的过程哦。那今天因为不是重点啊，那也因为就是接受神父的辅导，每周啊见神父，我后来有机会参加那个刚刚和那个詹神父讲的那个暑期培育人员的进修班。那在那个进修班里面，我就看到三位有詹神父、何神父还有孔神父哦，看到这三个人。三个专家的合作，在任何的场合，我看到就是人跟人合作是不容易的事情哦。
可是他们三位真的为了学生，然后为了服务教会，他们真的是给我们立了很好的一个合作的榜样，没有什么竞争，也没有什么，就是把他们所有的全部提供给我们。那也在那个进修班，我参与的那个第二届开始的那一年，和神父会调到南部去了。那为了要完成课程，我还是需要继续的被辅导，那我就换了辅导，就换成詹神父。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交接这些的，可是我就觉得，哎，两个个性那么不一样的人，可是呢，我的辅导过程呢无缝接轨啊，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真的。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中间的这种合作。那十年前呢？十年前那个时候，神学院的院长是曾庆祷神父，他就请我去神学院开一门课。这门课原来是要请何神父开的。那何神父因为自己年纪可能那时候快七十岁左右吧，他自己觉得年纪大了，他不要开一门新的课程。那他也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个别的陪伴。哎，我一听的是原来和神父要开的，那以前我也跟他就是上过一些这一类的课程，所以就去跟和神父约了一个时间，就是请问和神父的意见，或者他可以给我什么样的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可是神父完全没有啊，他那一次呢，他就关心了我生活的一些其他面。那有关我一再问他的课程，他就是你自己去创造就好。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子哦，没有给我任何的回答。那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觉得，哎，好像白白走一趟，感觉到的是很大的就是自由跟被信任。那最后一次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记忆呢，哎，那个是2018年吧，2018年的6月啊，神学院毕业典礼完以后，哎，何神父，我跟何神父从静心堂走来，遇到了何神父。那那天看到神父的脸色还有肤色，非常非常的黄，非常黄。那我就问神父说：“神父，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因为很明显的知道那个是。他的眼睛，皮肤的颜色啊，还有这个颜色。那神父，哎，刚好那个时候守门夜过来了，守门夜走过来，还有我们的魏家华修女，我们都一致的跟神父说，哎，他可能生病了，我们希望他赶快去医院。可是神父非常的安然，因为今天星期六，可能没有医生，那我们就说可以挂急诊哦。可是神父他没有，他就是很平安的、很平静的。我们跟着他一起走回神学院，他说到礼拜一再看看吧。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是体会到，他就是很平静的面对健康啊、生死哦这个问题，真的就是像那个易大学说的，平心啊，就是在健康、在疾病面前保持一个平静的心哦。那这个个人的，我先就是到这边哦，再来呢就是关于这本书哦。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很美哦。刚刚听到说，哦，这个封面是神父同意过的哦，我以为神父没有看到，可是神父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个从封面看就很美，里面的就是设计哦，刚刚方中已经介绍过了。我看到这个神父的照片，虔诚的哈，然后在走路，在祈祷，就让我想到一张伊纳爵的圣像，雕像，伊纳爵的雕像。那个雕像是在那个不是罗马，在加拿大的一个灵修中心，我听令喜介绍过，那一幅雕像的意思有一点是行动中的默观者。伊纳爵往就是行走，然后捡起那样的一幅雕像，行动中的默观者。我看到神父这本书的封面，我就是这样子，有这个感受。
全部在祈祷，可是他是在走路当中祈祷，然后耕耘上主心田。其实神父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坐着，他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是坐在他的辅导室。那这个是站立行动，然后祈祷。他坐在那里，默观的是每一个心灵，默观到每一个渴慕天主的心灵。那神父聆听，借着神父的聆听，好像是每个心灵哦得到一些浇灌，得到一些天主的雨露爱，然后回到生活里变成了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行动的默观者，就是像伊纳爵的那个雕像，南进寺的。再来呢，我看到那个书里面很多的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的故事哦，每个人跟神父的关系，有的称神父神师，有的称神父是像父亲，有的是兄弟，那也有很多，还有的就是善牧，各种不同的称呼。我看了就是真的每一篇都很感动哦，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的是很仔细的去看。可是整体的我就想，这一些称呼，这一些好像就是反映天主跟人 不同的一个关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天主有的时候像耶稣，有的时候像兄长，有的时候像老师，有的时候像朋友啊。所以神父跟这么多人的这种关系，觉得就是天主的爱的一个反应啊。特别是十字路上有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切人间有限的这种关系哦，可以让我们洞察天人之间无限的爱。”真的就是说，只有天主，我觉得只有天主的爱，才会让我们就是神父可以就是跟这么多人维持这么深刻的关系哦。这个真的就是天主的爱才是这样子无限的。那最后呢，就是也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些，就是看一个人写的跟神父的故事。那每个人从神父那边得到的帮助，比方我就是跟最近我看到的圣女大德兰的他的一个经验，他跟我描述他的一个经验哦，让我觉得神父他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个描述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哦都会领受天主的恩宠。那大德兰把这个恩宠分了几个层次，那有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恩宠，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啊，就是领受，我们就是领受恩宠的人。那有的人呢，他领受了恩宠，他会知道，或是会觉察到，我领受了天主的恩宠。那还有的人，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领受了恩宠，我也觉察到天主的恩宠，那也会解释天主的恩宠。我想和神父他也是一个会解释天主恩宠的人，就是他也会，因为他会解，他了解，他领受，他也会解释，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在神父的陪伴下可以跟天主更接近，或者是说这个书的封面也会讲说是心理跟灵修整合的一个过程。那说到这里的话，其他的一方面时间也没有了时间也到了，那其他就是剩下就是大家自己去仔细的每个人欣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只要跟神父有一些认识，那再看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分享那一定是更丰富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四位分享的贵宾哦，让我们好像让和神父的那个面貌好像更丰富的就在我们的眼前。我相信神父现在也在我们当中哦。好，那么
大家就可以听知道何为贵神父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人。同时每一位这个投稿分享的人呢，也把自己跟何神父交往的这些故事也写在这个书中，那也希望大家会后就慢慢的品尝这本书。好，谢谢这四位分享的贵宾，谢谢。好，我们在这本书的折耳的地方，就是大家封面翻开折耳的地方有一个 QR code，就是大家用你们的手机去扫这个 QR code 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追念何神父的这个影片。那我们就先在这边先放这段影片，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追念何神父，好吗？我们先把灯稍微关一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观赏这一部追念神父的影片。很大的人也没敢选十字架的图画，两个人才聊天的，很大的人会说话说，如果有人送我们一个很好吃的一个蛋糕，你怎么处理？那十字架的图画才到了，你就你说那的不要。有信仰的天赋，那神道的那说，他会吃得很高兴的，因为他每天很辛苦，给我们送这个礼物那么好的，应该现在应该处理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个是成熟，那个是成熟。
给大家问候好，也祝你们的一个被天主陪伴的在路上，在生命中，不管什么阶段，不管什么环境，还是我们打开自己，信任天主的旨意，按照他的一个计划来处理的。阿门。祝圣的祝福大家。新书的分享哦，那我想最重要的这本书就是我们领受了恩宠，而且我们觉察到了这些恩宠，然后我们也想把这个恩宠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就是用一个祈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仁慈的天主，感谢您赏赐我们今天这美好的时刻，借着我们在此分享的恩宠，借着这本书，让今天参与的弟兄姐妹和未来阅读这本书的读者，能够学习和神父慷慨无私为人服务的精神，成为耶稣在世上的伙伴。那么我们现在奉献这一首《主，请收纳我》，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的祈祷。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我们结束我们的祈祷好了哦。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谢谢大家。好，如果还没有买书，或是你想要买书分享给别人的哈。